呢度咧，首先有隻字咧叫做 equal distance，意思咧即係等距啊，即係話 P 同 Q 咧都分別同 O 係相同距離嘅，P 同 Q 分別同 O 相同距離嘅。咁而家咧佢就俾咗兩個 pair 為你啦，一個咧就叫 S 86°E，即係話咧呢只角係86°，另一個咧就係 N 32°E，咁呢只角係32°。咁我差计一计呢个啦，180减32减86，62°。咁但系你等腰三角形啊嘛，咁等腰三角形可以计埋嗰两直角啦，咁就计到咧系59，系咪59？咁而家咧佢系话 from Q 嘅，from Q 咧你就喺 Q 嗰度咧就会画个十字，个十字喺度。跟住咧，我哋而家系要连翻过去 P 度啦，咁即系咧计紧呢只角啊，计呢只。好啦，呢只角点样计法咧？就系呢度有个 alternate，呢度32，59减翻32咧，就计到呢只系27°。所以咧，佢个 bearing 咧就系 S 27°E 啦。答案 D 货多。